的雪花牛肉，特别的棒，吃好看。我咋吃着不是汤山味呢？俩货过来，快给我说！凭心，我这韩熙在哪？肯定的，他是干的。他说他今天三十了，唐山有个相好的，还得团队了。不对，刚才你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？他说他看见你，想起了他相好的格格。说话这个态度是不是不想干了？他和他大舅哥在家里说话都是这样的。确实他几个儿子那么疼爱。他说他喜欢老板的大度，有魄力。啊，你在西北门那儿咋着等个啊？烤肉二里道、海鲜九道、拌菜十五道，他都会做。咱们这嘎都工资涨了。让我们共同努力，把水源花生做好。确实他几个疼爱。我们错了。你们工作吧。为你的美食精神感动了，快走吧。